别拿出你做公事公办的样子啊！现在能不能算我求你了？我拜托你了，行吗？在干什么？对了，下一位。好。好，下一位。你好，请问神经内科最近的专家号有吗？到下个月都没有了。那普通门诊呢？有的，有预检单吗？预检单，去预检台拿个预检单，然后过来排队。哦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已经排了很久了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这是规定。下一位。哎，你快点好不啦？挂号没有预检的呀，你这都不知道看什么毛病啊，真的是。哎呦，小姑娘不要急啊，那个喏，预检台就在这个门口呢，你过去拿一个号，很快的，老款了啊，快快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就过一下。请问有这么需要吗？我要挂一下神经内科。神经内科。下午再过来。下午。对。下一位不行吗？不行。下一位，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坐骨疼是吧？下午过来。就过一下。下一位。给。姑娘，要看哪里的专家了？什么医生？哦，侬看啥专家？侬要挂号是不啦？挂号。啊。对，我要挂号。挂啥科啦？骨科，肿瘤科。什么？哪里的呀？听不懂是不啦？我问你挂什么科？骨科、肿瘤科、内科、外科什么科啦？神经内科，我要挂神经内科。神经内科嘛，肯定没有的呀。哎，肿瘤科挂不了，肿瘤科。我跟你讲，我跟这里的肿瘤科主任关系很好的，算你便宜点，挂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喂。哎，果果，专家号挂到了吗？没呢，网上预约都排到下个月去了。我在医院呢，这现场也挂不到临近的号。果果，咱能不能别那么死板了？这家不行，咱们是找别的医院，找别的大夫。你不是说要大医院的好医生吗？那瑞华医院的神经内科就是上海最好的。刘护士，你赶紧帮我爸换换药。我爸他昨天晚上出了一晚上的汗，喂，觉都没睡好。好的。喂，玉健，你有听我说话吗？哎，果果，我刚才跟护士说呢。我说啊，你在上海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我是在想办法啊，那上海的专家号又不是你想挂就能挂到的，医院又不是我开的。你能不能别拿出你做公事公办的样子啊？现在能不能算我求你了，我拜托你了，行吗？你要说这事你不想办，或者说你办不了，你就直说。玉健，我通宵加班，饭都没吃，给你跑医院，你还说这种话？没错，我就是办不到。你有本事你自己来啊！